Hello, if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Rise 夏之光。我是对一个香水味道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个人，我会比较喜欢那种清香的花香味，对，就比如说维密的 Dream Angel， 它就是那种茉莉清香，对，会吸引到我，我觉得很好闻。好，那首先大家看到眼前的这款 Shimmer 香氛产品呢，首先它拥有高颜值的包装，而且它的液体反射出彩虹般的光泽，无论是夜晚的灯光还是白天的日光都能够聚焦所有的视线，且呢它有四款香味，不管什么香味总有一款你喜欢的，买它就对了，它跟我一样都很帅，还等什么呢？演这部戏的之前我也演过一部戏，而且呢之前我就是上戏表演系的学生，所以说当转换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，对，然后困难可能就是说每天要早起晚归，对，但是还好，对，挺开心的。然后这个李贺这个角色呢，他是一个体育生，对，在我认知中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可爱的角色，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然后我小时候呢在学校的话，因为一直是每天就是练舞蹈，就是比现在还要惨个1000倍吧，所以说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事儿，应该就是大家放寒假放暑假在家一起联机打英雄联盟的时候。对，其实我是一个对节日没有一个特别仪式感的一个人，但是如果说大家七夕要送礼物送给互相的对方的话，我推荐的是维密的香氛。首先呢它很特别，而且颜值特别的高，然后大家可以来维密香氛多看一看，有很多的礼包供大家选择。其实也不是很介意它到底是不是浴袍或者长袍或者战袍，只不过此时此刻呢想要告诉它不是浴袍而已。有时候男生穿一些浅色的衣服，或者说是带一些小花花，或者是一些比较偏中性的，我觉得不管男生女生都尝试中性或者是异性的单品，我觉得都是 OK 的，都就穿起来也会挺好看的。对，就是我非常喜欢古董表，可能80年代的表啊，或者是90年代的表，对，就是我觉得越老越好看。对。